我们来练习在平舌中观察受。一般的人听到佛教术语贪跟嗔，想到的就是好比说贪财或者是发脾气。实际上贪跟嗔它是有更深的意涵，它在表达的是一种更加原始的心理的反射作用。这种心理的反射作用主要是来自于接触了感觉之后，我们的内心它对于不管是愉悦的感觉或者是不愉悦的感觉或者是中性的感觉，它有一种近乎反射性的回应。那之所以叫做反射性的回应，是因为在当下内心感觉到被推逼，感觉到挤压，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用绑架这样的词汇来说明，那个感觉好像是那个心它游刃有余的那个空间被压缩了，所以你不得不愉悦的感觉产生出来的时候，几乎是情不自禁的着迷。不舒适的感觉产生起来之后，几乎是情不自禁的反抗。中性的感觉产生的时候，几乎都是处在一种混沌、愚痴、不清楚这样的一个状况。那透过平舌心的心境，我们更容易可以看得到这一系列的行为模式。我的心它怎么样受到这个感受的载制，被挤压，然后产生出这些反射性的动作。要如何能够同样在平舌的状况之中去观察，去了解，所以能够使得这些反射性的动作它越来越不能够载制我们的心。在开始之前，大家可以先做一点简单的伸展运动，深呼吸，调整坐姿，佛经里面最常提及到平舌的地方，就是在谈论到四禅的舌念清净，在这样的上下文里面谈及平舌。所以也就是说，平舌心它同样的要能够找一个让心它能够平静的地方，它能安适的地方。这有可能是全身被暖意所包围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有可能是身体内在有一种丰溢的幸福感。那种丰溢的幸福感来自于你可以不必要忙碌的去抓取、去担忧、去饥渴着欲界的状态，你能在触的当下知足，我们在感受着不管是身体的感觉或者是呼吸的感觉的同时，你只要把那个角度稍微调整一下，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叫感受。感受简单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当下的触的这个经验里面，它的那个愉悦的滋味或者是不愉悦的滋味，舒服的滋味，
不舒服的滋味。那这个舒服跟不舒服，它是坐落在一个光谱上面的，所以在不舒服跟舒服之间，还有很多的中性的感觉。提醒自己，尤其是对这些中性的感觉特别的留意，不要让心发呆了，不要以为说当下是没有感觉的。让自己的觉知能够扎实的安置在正在发生的滋味，正在发生的觉受。如果你对于什么叫做受还是不清楚，你光是在这个探索的过程里面，已经一个程度在帮助内心安定了。你要清楚的知道感受，一定要把你的心带到当下来。对于这个正在发生的触感，更加灵敏。你要帮助你的心能够更大程度的停留在色界里面，你一定要下定决心把那些欲界的状态摆脱得干干净净。你要下定决心，非常扎实，非常牢固，不断不断的训练自己的心，让它越来越熟悉那个色界的状态。那个态度是笃定的，方向感是确定的，起码在眼前这个时刻，要把欲界的活动甩得干干净净的，完全搁置下来。去品味当下正在发生的经验，它所伴随着的那个滋味。你安静的坐的时候，那个滋味可能不是那么样的明显，但是你是可以推知。我们的心它不断的被这些滋味所逼迫着，所挤压着。所以好比说不舒服的感觉，它除了有不舒服的感觉之外，它好像还绑着自己的心，要强迫自己的心去做出某一种反应来，像对那个不舒服，像疼痛感、酸痛感抵抗、排斥。色界的一个值，就是你把好多的这些没有用的动作都让它休息了，色界里面还是有动作的，但这个动作它是更和缓，它不是像在欲界里面那样的着急，那样的焦热，那样的迫不及待，那样子的被饥渴所烦恼，被不安感所烦恼。在色界里面，它绝大部分的那个受是舒适愉悦的。那如果你眼前你没有感觉到舒适愉悦的感觉，没有关系，不要着急。你越是着急，你越不容易去接触那种身体脱离开了着急，
而得到的那种闲气的感觉，那种幽静的感觉，那种怡然自得的感觉，那个所谓的幸福感包围你全身。你不必要很硬邦邦的把那个全身了解为包含了每一寸的皮肤，你可以把它了解为你整个人，我整个人都是被幽静的幸福感所包围着，所浸透着。一边感受着感受，你可以一边去观察什么叫做平舍心。平舍心简单的来讲，感觉上好像你的心里有更多的空间，所以当你在面对着感觉的时候，你不会忙乱地非要对那个感觉做什么样的反应。那这里面有更多的悠闲，那这里面有更多的游刃有余。你可以知道感觉它正在发生，正在消灭，可是没有被那个感觉绑着，要跟着它一起轮转。你是在闲静之中，你在相对而言休息的状况，看着那些在生灭的现象。所以那些现象好像只是在穿透着，好像是过客一样，只是不断的在流逝。它在流逝的过程不会把你拖进去。当你处在这样的一个平舍的状态，你就有能力能够更清楚看到感受是一个什么东西，我们的心它正在对感受产生出什么样的反应。你现在对感受的反应有可能是很平静的，很省力的，很轻松的。或者是你看到隐隐约约那个心它被感受逼迫着，被挤压着。如果感觉到有逼迫有挤压，学习能不能够抽离，能不能用空间来包容那个挤压感觉，或者是刻意的把挤压的感觉和缓。熟悉平舍的特质，可以多花一些时间探索它有什么样的特质。它好像是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空间，所以正在发生的现象它不会直接的轰炸到自己。它有一种延缓的作用，所以你不会忙乱的、着急的要去做反应。
你能够在更醒觉的状况之下去做出正确的反应，或者选择减少反应。在平舍心的保护之下，我们不必要被内在的指令像奴隶一样的操使着，不必要像个傀儡一样被那些盲目的冲动所指使着。如果还是不清楚什么叫做平舍，提醒自己，你光是能够在当下更清醒地知道你的感觉，这里面就隐约有着平舍的意味了。你光是能够觉知正在发生的触感，你就已经是一个程度的抽离开了那个会淹没人的经验之流。保持着清醒，身体深度的放松。能够放松，能够安静，你就变得更加灵敏，更能够察觉得到你的动作。你越能够察觉到你的动作，越能察觉到你的冲动，你就越容易能够放下。加大门越容易能够缓冲，越容易只是单纯的看着感觉，减少那个被摆布的力量。认真的去熟悉平舍，因为平舍不只是在安静的时候有用，你要把它锻炼到在日常生活中，要像这个保护网一样给穿在身上。去到什么地方，遭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够回到这个安静的、不躁动的、不盲目的空间，被保护着。让那些正在发生的、正在消灭的感觉，就好像在那个空间里面，自己生灭的泡泡声响一样，它威胁你的力量，它逼迫你的力量就大大的减少。
最高明的禅修者，他知道随时随地的调整身心，所以让身体主要都是接触着额手，这是最高明的。但是如果还没有这样的纯熟的记忆，不用挫折，练习在不同种的觉受之中，保持着平舍心，那是一种省力的状态，那是一种如果有任何推逼过来的那个冲动感，它是先缓冲了，它才会触及到你的心，所以你不是一天到晚被逼的，被追着，被压着，迫不及待，情不自禁的，忙碌的在做一些反应。你的空间越浑厚，你的选项就越多。留意着不同种的感受，它可能来自于你的坐姿，来自于你的呼吸的运动，甚至来自于你的心念，它这边都伴随着一种滋味。平舍心的意思就是，身体可以苦，可是心不跟着一起苦。虽然有这个现象的产生，充分的觉知到这个现象，可是这个现象不会绑架着你的心，不会挤压着你的心，逼迫你做出那些业力惯性的动作。对平时的感觉是宽坦的，镇定的，非常省力的。在平舍之中，那个状态也不是纯然的消极无为的，它虽然是一种休息的状态，可是是一种随时准备好要做出正确的对应这样休息状态，所以那不是一种睡着，它这里面是伴随着智慧的，也就是说有这种分别的智力在这个里面，知道省力在大部分的时候是好的，这才是正确，才是有效率的，可是它不是机械性的省力，随时随地有机会的时候，
需要的时候都可以做出正确的对应来。所以你可以调整着你的身体，调整的呼吸，调整的心念。帮助身心是更安适、更安静。已经很安适了，很安静了，你也知道怎么样保持警觉，珍惜着、维护着、品尝着眼前的这种安静跟安适。
如果你的身体能够接触到很多的乐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的训练的方式是要去增加，要去发展它，要增加对它敏感度。但是在修学平舍的时候，面对着身体的乐受是清醒，不为它所转，它生的时候生，灭的时候灭，干净利落的，没有滞留，没有隐隐约约的实力要去欢迎它，要去留住它。你把那个对那个身体的乐受的那些多余的反应也都放下来了，所以能够体验到更深的安静，更大的省力。那第四个禅那它的特质就是这样子，虽然我们不一定是熟练的成就第四禅，但是你可以在任何的时刻去培养一些特质，让自己的心隐约的跟第四禅相应。面对身体的受、乐受，都是不断的在朝向着省力、不积聚、干净利落。生是生，灭是灭。看能不能够在轻松省力的状况之下，仍然保持很认真的在观察着心它细微的反应，或在身体那个生理的症状上面细微的因为乐受而产生出来的亢奋啊、滞留啊等等的这些反应，期盼啊、得意啊，对，欣赏着自己的修行的成就而产生出来的多余的反应。看缓解的这些动作是不是得到更大的宁静。
张扬，含片世间之词意，上下周遭无隔阂障碍，不抱敌意，不存怨怼，行住坐卧清醒时分，确立此念住，此即当下当处，心住于梵界天神的境界。